欧巴，你别写了，别写了，别写了！娘娘，你今天的量已经完成了，您快去睡觉吧。我原本以为啊，齐盛这是拿栽培我当借口，故意来和我谈恋爱的。现在看来，他这是要整死我呀！娘娘，皇上既然对您苦心栽培，您就听他的话吧，要不然您要完成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多，那样的话，您就永远也完不成了。求推倒，怎么就那么难呀？